儿们，你们知道奥特曼里面谁的力气最小吗？嘿嘿，我估计你们猜不出来。力气最小的呀，就是泽塔奥特曼的人间体下川遥辉，掰手腕连一个女人都赢不了。但尽管人家力气小，吃过的美食都不少。这不，我又搞到了泽塔奥特曼的美食大盲盒，据说呀，可以猜出来泽塔奥特曼吃过的同款美食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要吗？想要，我们就来开箱。